不是不是，多伦多在往门特罗啦，什么那些哈、哦、有名的那个，然后在尼加拉瀑布坐船在上面游，再住一个晚上。跟雄狮了，我都跟雄狮了，刚好十天了。对了，这个要跟团，你没有办法自己来。而且我现在自己来，对对对对，年纪大了好像有时候还好，我有看书的习惯，我有听音乐的习惯，所以我自己没有什么问题。所以跟你雄狮这一次是，你安排不方便，从多伦多绕到门特罗什么哈。还有欧泰华，对对对，这个是要跟团，你不然你到尼加拉瀑布下去，你没有办法。